我是管弦乐社的文书许成维，也是负责制作这支影片的人。欢迎各位来到辅大，无论你读什么科系，来自哪里，只要你有一个热爱音乐的心，就欢迎加入我们。接下来我将会透过这支影片带着大家去认识我们社团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开始咯。你们去社办见见我们管弦乐社最重要的人物吧，他不只要肩负大大小小的事物，更要凝聚社员们的感情呢。辅大管弦乐社是由一群热爱音乐的学生所组成，分别设有弦乐团及管乐团，也有合并之管弦乐团，现有人数共70多位，行政分工明确。109及110学年度分别获得全国及校内评鉴佳绩。我们近年积极参与全国音乐类比赛，曾获得全国学生音乐比赛大专 B 组特优。除每学期皆会举办成果发表会外，也会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，丰富社团生活，促进彼此成长，凝聚社团感情。好，那这边是我们辅大卓造馆4楼啦，就是音乐性社团聚集的地方，有国乐社啊、钢琴社、民琴社，更重要的是管弦乐的社办也在这边哦。这边就是我们的管弦乐社社办啦，我们都会在这边开会啊、练琴跟聊天。所以如果你空堂的时候不知道要去哪边休息，都非常欢迎来这边，不论是要睡觉啊，或是写作业，或是想要团练的练琴，都欢迎来这边，也会很常遇到我哦。新生茶会在社团博览会后，紧接着举办的是新生茶会。透过茶会，希望能让各位新生更加融入及认识管弦乐社。活动时间是于9月19日晚上6点半，在潜水艇的天空，欢迎大家踊跃参加。嘉义管乐节堪称是管乐团最重要的年度活动，来自全台各地热爱管乐的大小团体，透过彼此表演、切磋、欣赏来增加乐力。跨县市的表演也容易增进团员们之间的感情，是个非常寓教于乐的活动。团组练及成发，我们固定在每周三、四进行团练，周三为管乐团练，周四则为弦乐团练。此外，也会有分部组练，帮助团员间进行充分练习。在学期末，也会固定举办成果发表会，让社员把学期之所学技能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寒假时，我们也会举办集训，让大家持续练习，提升能力，也凝聚感情。社游，社游大概是所有团员最期待的活动，促进团员间的感情外，社团的向心力也更加提升。2天1夜的活动里，大家一起创造种种无价的回忆，像是去年我们一起去了日月潭，甚至在山清水秀的象山游客中心表演，永远忘不了大家一起开心的玩、开心的演奏乐器的时刻。春季音乐会。春季音乐会为校内的小型发表会，提供一个舞台给社员们快乐的分享音乐。只要是分享音乐，无论古典或流行，重奏组合、唱歌表演，甚至跳舞演出，只要爱好音乐，想分享属于自己的音乐，都非常欢迎站上舞台与大家同乐。带动中小学，我们会到中小学或幼儿园等机构表演，透过表演的方式帮助小朋友们认识乐器及音乐，希望借由活动启发孩子们对乐器的不同感知，未来选择自己喜爱的乐器去学习。
除了上述介绍的活动外呢，我们平常也会有许多的小型聚会，像是圣诞节的时候一定会举办大家众所皆知的交换礼物，然后也会有许多聚餐活动。那在这些活动呢，大家都放得很开，玩得很开心，我们的感情就变得越来越好，也会在这其中拍不少照片去记录我们的四年社团生活，甚至好像拍了不少丑照呢，给大家看看许成威的丑照好了。我自己剪的影片才不会让你们看到我的丑照呢。好的，那废话不多说，想必新生对于社团也有不少疑问，对吧？那今天我们特地派出了两位重要的干部，让我们有请弦乐团及管乐团团长。好，第一题，首先想请教，什么样的人能够加入社团呢？我们的乐团成员从大一到大四，研究所甚至是出社会工作人都有呢。音乐是不分年龄的，只要你有一颗热爱音乐的心，都欢迎加入我们哟。第二题，请问一学期的社费有多少呢？我们一学期的社费是1800元，主要用在惩罚场地费以及老师的钟点费。缴这么多钱是为了让大家享有更好的场地资源做使用。另外，在学期间还安排了各式各样活动让大家参与，请大家多多期待。第三个问题，管弦乐社会收哪些乐器呢？如果没有自己的乐器，一样可以加入吗？西洋乐器中的木管乐器、铜管乐器、弦乐及打击都在我们的招生范围内哦。管乐部分，木管乐器如长笛、竖笛、萨克斯风，基本上希望使用自己的个人乐器；而铜管乐器的部分，如长号、上低号、低号等，是可以借用学校乐器的哟。弦乐所有乐器都可以借用给大家，但我们还是鼓励大家自己携带乐器哦。第四个问题，想了解入团考核的资讯。我们在9月20号会举办新生入团考核，目的是为了了解新生的程度，所以不用太紧张，展现自己最棒一面就好。另外，初学的部分我们也会安排小小的面谈，设法帮初学们找到合适的小老师以及乐器哦。第五个问题，请问新社员有机会上台吗？有哦，只要通过入团考核就可以上台表演啦。那如果没有通过怎么办呢？没有通过也没关系，我们会安排小老师另外约时间练习，等到程度到达考核标准，通过考核后就可以和大家一起团练，惩罚时也可以一起上台演出咯。最后一个问题，请问乐器可以放在社办吗？当然可以啊，只要跟干部们说一声就好，就不要一直放在社办，要记得带回家多多练习啊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的问题就告一段落了。对于社团，如果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，不要害羞，欢迎私讯我们的脸书及 IG 粉丝团，在这里，小编会一一回复，解答大家疑问的。好的，经过这样一轮的解说，你有没有更认识我们了呢？如果重来一次，我还是会加管弦，因为在这里我遇到真心关心彼此的伙伴，而且不止如此，经过一整学期努力后的惩罚，更是带给我满满的成就感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想跟你说，欢迎。